那我们先请金先生跟大家问候一下，不老微笑。好，这边白色衣服这位举手，这边请当下，帅的帅的，我就是整个粉砖的哦。好，来啊，哪边需要啊？看金先生来台湾，아저씨가작년부터굉장히인기가많았다고합니다好，右边，자오른쪽보겠습니다帅帅的小爱心，送给大家小爱心。好，左边，左边中国的，左边中国的。好，哪边还没有拍到的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我就是精通钓虾场台湾的位置，然后我怕那个你不知道位置，所以我帮你做了一个钓虾场的地图。钓虾场。然后这边这是 ATT here you cross Keelung River 基隆河 and here is 基山肉自山路 for 钓虾场，你可以拿着这个地图去找钓虾场，那你找得到才怪。谢谢。and you are welcome。 직접그리신건아니죠？我画的吧，我画的。哦，请加油，请加油。是可不可以请师傅教他讲几句中文？哦，学中文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学那一句。祝你幸福。祝你幸福。祝你幸福，这个很棒哎。还有吗？我去。没有。教一句跟 Doctor 里面有关的，然后你一出来，大家绝对会疯掉。你有男朋友吗？太长，你结婚了吗？你结婚了吗？你？哦哦。你结婚了吗？哦，还没。那可能那时候粉丝都会很多送音乐的，还有冰淇淋这样。